小文。子玉呢？子玉大人。时候好好的，如今的我只带回了他的一把剑。怎么会这样？是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比本王更清楚吧。王上，我本来是想出兵的。慕容国主不必多说，子玉替本王出兵是替本王还你的恩情，本王出兵是替子玉报仇。慕容国主早些安排吧。既然是开阳围困了子玉，那这笔账就算到开阳头上，本王定要让开阳付出代价。